武汉科技大学近日举办了沁湖鱼宴，全校40000余名师生将免费共享近30000斤鱼，羡慕吧？我还得告诉你，沁湖鱼宴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了，每年的冬至时节都会安排学生全程参与到捕鱼、做鱼、吃鱼的全环节啊！这些鱼都是学校里养殖在校区的沁湖里的，沁湖呢是全校高校里最大的这个校内湖，校方也希望啊，师生能够在享受美食之余，也能感受到学校的沁湖文化和传统文化。话说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更何况是鱼餐呢？同学们一定会对这样的校园文化印象深刻，外校的也会记住这样的别人家的学校。